中国航天永远值得期待。牛，往后面掐了。潜龙三号遥四海上发射成功，一箭八星，作为固体火箭观赏效果那是非常震撼啊！相比其他固体火箭竖起来发射不同，潜龙三号竟然可以在发射前五分钟才竖起就直接打了。那特别要说一下这个发射船，这是我国目前首艘专业海上火箭发射船，既然首艘了啊，那后边可能还有，对吧？那船上发射是具备机动性的，然后固体火箭呢又具备快速发射卫星能力，这机动性和快速两个加一起，大家觉得这就有什么意义呢？那这次也带了胡说、小泽、德瑞、月夜喵来一起感受中国航天魅力啊！他们可是有话说啊，后续啊更精彩，下次还来吧？啊，下次不换地方吗？不是，下次去哪儿？不是，又啊，下次还来是吧？下次还来，好玩，爱玩，下次还玩。就下次我们一起坐火箭上面，啊，然后随着火箭的衣服一起落下来。你自己去吧。啊，一起吧。我不去，我自己我怕飘丢了。